狗之家。 Welcome to my home。 这你家？在下是这里的主人。不对，这里的主人已经离奇死亡了。等会儿，地上有个东西。哎对吧，这是个人还是个木偶？这是真木偶，他是我专门请来为大家表演木偶戏的。这个古堡里根本没有人，你给谁表演木偶戏？这个古堡有怪事。我知道，我刚看到这个门了，我知道这通向哪里了。我刚看见这个木偶从我房间的窗户旁边飞了过去。我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在整个木偶之家一直以来都有木偶成精杀人的这个传言。木偶复仇记。一家人，这个床单上都是血迹。